现场了哦，讲起是这個大卖场了哦，米起价了哦，啊，这个芦笋汁变较正了。啊，你干嘛讲是咪叫用增效诶？哦，来，我们来问一下那个淡定哥跟激动妹了哦，一个很镇定，啊，一个很激动。淡定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就是镇定啊，镇定就镇定啊，淡定淡定个屁啊！来看一下啦。我问你，物价都涨成这样，你什么都不要说吗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你不要跟我争笑哎，你真的很奇怪呢。物价都涨了，还能说什么？长成这样，你还可以这么淡定？你知道别的女人？说，你知道别的女人吗？说。你饿不饿？你这样都长成这样，你还要问我饿不饿？知道别的女人？你渴不渴？我芦笋汁里面都要没有芦笋了，你还要问我渴不渴？你真的奇怪呢！我跟你分手。好啊。你回答这么快，你一定有鬼。你要跟我分手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你分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这么淡定。嗯。好。这样你还可以淡定。那你还可以。这样还可以没有反应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应？你偷笑，你偷笑是什么反应啊？怎么的哥？一、二，哎，不会啦！我说现在辣话，我不就是白痴吗？你要不要认输？要不要？真的很奇怪呢。好，导播拍他，给他镜头，怎么张开？张开！闭起来，闭起来！导播不要跳镜头哦，拍他！是不是被我的涨价给吓傻啊？你若现在不跟我去抗议的话，我就不让你睡。抗议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吃饭？那是两件事。我走了，你不要拉我。你还真的不拉我哎？你是不是不要我啦？物价上涨还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够去多兼一点工作，我要去兼差康熙保全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真的要走了，好不好？胡信达，物价都涨成这样，你是不是很想涨卤肉饭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？你有没有？我主持人，我已经接完了，这是多的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啊？我刚刚才跳海回来了，我没有，我刚刚才跳高空弹跳，没有啦。哎，胡局长，他叫你签你就讲，我感觉医术底下个性应该是安尼啦，我够惊人诶，所以讲水查某吼，我甲你讲，这离较远诶，穿条型条好，唔通条就恰查某啦，啊，即卡啦，爱注意啦。吴天南女士，你干哪笑你阿妹？你有咩想要讲诶？你有咩要讲哟？应该是无啦，来看一下诸葛亮的歌厅秀，来看下。欢迎收看诸葛亮的歌厅秀。诸葛亮的歌厅秀，诸葛亮的歌厅秀。七彩灯光变化多，爱我的拢头一个。众家的笑容大行个，诸葛亮啊主持的歌好难。我来唱，管风吹不吹。
我伫啊，诸葛亮啊，欢迎收看诸葛亮的歌听秀。啊，我的节目会使讲啊，唔是大牌，我袂瘾甲访问。啊，今仔来甲节目中间，这是啥物人呢？一个讲会使讲是搞唱歌，搞跳舞，人佫生到烟斗，呵呵，佫会晓讲日语，佫即马去日本发展，啥物人？就是搞跳舞的亚洲舞王小猪罗志祥，破声鼓励者。朱大哥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猪罗志祥。我在少年的时候对你安尼够有法度，对，啊老啊无法度啊啦。对，朱大哥，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体力很好，嗯，对，啊你也知啊。对啊，朱大哥，你算是我的偶像。哎呦，我从小就看你。哎呦，对，太牛了呢！我较看伊的报道啊，听讲因老爸较早中艺巡回时阵，嗯，我细汉时阵看过我表演。哎呦，我诸葛亮，因拉通较好。对，好，哎，真有影呢。帅哥会使做这种表演，谐星的表演，真正无简单，而且也是众人的偶像。哦，听讲你即届出专辑，听讲是要赚一寡奶粉钱了，对吧？敢有影？不对，不是啊，不是赚奶粉钱，我干嘛赚奶粉钱？嗯，我因为一再改版是为了要这个防止盗版。哦，我也没问你说专辑有一再改版，你家己搁会改？没有，因为我大概唱几句话，为什么不要改啊？哈，有影。这专辑你若讲一再改版是为着防止盗版，嗯，安尼归去啊，你着逐工拢甲改啊。这个成本太高，划不来。我们还是会算的。哦，理由阁真济了，对啦。哦，听讲咱买你的专辑啊，买三张才会使甲你翕相，买五张才会使甲你抱抱，敢有影？那是他们自己要跟我报的。哎，你哪听到？那个是他们网友乱讲的。其实我对粉丝都是一视同仁。对，不会有什么买三张可以干嘛，买五张可以干嘛。啊，真正买五张可以干嘛吗？没有，他们想要干嘛都可以干嘛。他们都爱我，我也爱他们。对，容易啊！你看这讲话都爱细腻的对了。但是讲哦，听讲你安尼舞跳得袂歹，歌阁够唱。但是这一次金曲奖你没有入围，哇，真大遗憾，敢有影？不会啊，没有啊，我不会觉得遗憾，没什么，我觉得平常心。嗯，对，因为这次也不止我没有入围。哎呀，听你的口气，跟那你讲无遗憾，那感觉就遗憾呢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 OK 啊，平常心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也没有入围啊，对不对？像实力派歌手林俊杰、卢广仲、杨宗纬，他们也是很大的遗珠之憾。你有个真够扛扛拖呢，都唔拉伊无入围就对啦。连伊的迄个什么足够唱的杨宗纬也无入围，连伊迄个上好的麦子，两个看起来袂输，跟咱男女朋友迄个杨丞琳，伊嘛无入围。对，吼，所以讲啊，你这无入围就是无最大遗憾就对啦。嗯，对，是安尼啊。啊，是什么是你上大遗憾？哦，其实真正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遗憾。就是陈汉典。他拍了电影《宝岛双雄》，结果他就代表电影去参加影展，去哪边参加影展？法国坎城。哎呦，哦，那他的师父郭子乾，对不对？去年拍了一部电影，到现在还进不了京，肚子饿只能去香积城，而且前几天郭子乾到淡水去出外景，去哪里出外景？去淡水的红毛场。对，而且那边刚好是陈汉典母校真理大学旁边，那郭子乾还想要进去真理大学，还被校工挡在外面，因为校工只认识陈汉典，他不知道郭子乾是谁，所以我非常替郭子乾感到遗憾。谢谢，这件代志，让你为嘴讲出来，袂输敢那足轻松诶，是敢那我听咧耳腔内底敢足解药诶哈。我搭郭子乾是洗面去解着片啊。你甲讲个遮不堪，伊确实有影迄天去有校工挡在门口，但是校工是校长伊那讲的，校长是真正校工啦。哦，安尼哦。但是有影，确实有影，陈汉典哦，会红，我那不是无理由诶，对，就是靠伊家己努力就对啦。没错。他其实很努力，我有看他的电影，我觉得他演得不错。
对，他不止运气好，而且其实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我。没啦，他真正运气好，运气好，一波实力。没有实力是不是？我看他还是有一点点啦，还是可以啦。怎么样？还是有两把刷子，可以，要不然不会撑到现在。哎呦，对，哦，所以你对有信心的对吧？我对他有信心。哦，我以前也是很多人看不起我、啊嗯，不看好我，但是我后来看不起你，你是陈汉典还是罗志祥？我是罗志祥，我是亚洲五王。对，我是要鼓励他，以我过来人的身份，鼓励陈汉典，鼓励郭子乾、哦，不要放弃。对，吴、哎、英，哎，真正唔通放弃哈、哦。这成功啊，结婚一步可达达。哎，现在万丈高楼平地起、哎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哦，只要努力，总有一天你会爬起来。哈、哦，我你站在这个舞台顶。啊、哦，好了，啊，今天来到这个歌厅秀，你既然是亚洲舞王，你要带来一条什么歌？我提捧者，带来我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成名曲，《精武门》。精武门，谢谢。好好听啊，我先过来者。头拳不要带起点名，准备跟我上街去游行。他的精通要证明，什么武统统都搞得定。如果你也精，还不上街。